我今天怎么曝光了呀？完全曝光了呀！看一下，加一点点光。Hello， 罗杰 ，Hello， 剑少，会不会太亮？哦，不会，好像要亮一点，看起来比较白。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哇哦，亮晶晶 ！Hello， 剑谷 ，Hello， 阿勋 ，Hello， 剑少 ，Hello。梦池仔仔 ，Hello， 剑谷 ，Hello， 小蛋糕，惨白吗？到惨白哦，这么严重哦！谢谢剑谷的梦幻星座。等一下 ，Hello ZNYU，Hello Top 来了 ，Hello， 现在还好，刚进来的时候有点白，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暗。不知道为什么暗暗的，奇怪。安安的，现在还好。Hello Tom，Hello 奶宝宝。Hello 冰级绿茶，迟到仔吵吵，吵吵以来也。Hello 玲玲吧 ，Hello 瓦阿达 ，Hello 嘉义我最帅 ，Hello 切尔东。Hello， 草莓风暴 ，Hello， 威宝宝 ，Hello， 骑士 ，Hello， 威宝宝，大家好呀！明天提醒我 ，OK。Hello， 整系男子，对不起，我今天是有正当理由的，我今天是真的刚刚在忙。我才刚到家坐下没多久呢。Hello 冰磊 ，Hello 冰磊医生 ，Hello 志宏 ，Hello 老豆芽，谢谢切尔东的桃花和果子 ，Hello 企鹅 ，Hello 月月 ，Hello 嘎逼 ，Hello 向天，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呐 ，Hello Candy 晚安，为了赔罪先来一首，哼哼哼哼。来，想听什么歌？迟到了，谢谢零零爸的梦幻星座 ，Hello 秋风。讲到这个，我那个真情的流露，你知道吗？我真情的流露，询问大家对我的看法。结果你知道，草草跟高分贝大概就占了八成，怎么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是其实那个也是真情流露，我误会了，是不是？Hello L，Hello 云岩 ，Hello 杨雄 ，Hello 兔子酱 ，Hello 毛良 ，Hello 俊颖 ，Hello 朱里恩 ，Hello 阿哲，咬到自己 ，Hello 阿哲，对啊，玲玲帮我真情流露哎，我 Hello 阿米 ，Hello 北原神推 ，Hello 阿翔，对，不许笑，原来宝，你是不是草草之一啊？没有，你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我现在一时之间脑袋有点空白。你留了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你要不要提示我一下 ？Hello， 阿翔，反正我知道。Hello， 沙优，对啊，对，今天很朦胧，对，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雾的，奇怪。谢谢北原神推的小狗宝宝，我也是真情的。有看，感觉到有。谢谢小蛋糕的文手礼，有啦，虽然有人就是。我是趁机啊，趁机，你没趁机偷告白啊？你只有说可以吗？毕业证书是不是跟我一样？不会，杨雄，不会，不可以，不行。Hello， 鳄鱼 ，Hello， 北海，谢谢嘎逼的幸运四叶草，太亮的关系嘛？没有，应该是我今天穿黑色。可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就是你知道，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件黑色衬衫实在是太美了。Hello 冰大 ，Hello 流星，生日厅预购到3月7号，大家欢迎预购。Hello 花生什么事 ？Hello 鳄鱼猪猪，有看到那个太阳白云的东东吗？没有，不想看到，我没有看到。Hello 谢谢赤木 ，Hello 季风亮 ，Hello 唐雅彤，本来想留些什么，结果。问答字数太少，然后后来就忘记了。没关系，你哪件衣服不是说漂亮的？没有。女生不就是这样子吗？怎么可以
那对不对？谢赤木的花枝精粹，谢谢花生什么事的娃娃，谢谢花生什么事的果子。Hello 树宝宝 ，Hello 志祥，参拜万神，谢谢你的梦幻在星座。玲玲爸，你说玲玲有说哪一件衣服不好看了吗？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有吗？有卖你的生日 T 吗？还没有哦，但是有队长大的，成为了太阳与白云，还有人就是太阳跟白云没有，原来宝没有，我没看见，我不要看见。是不是偷偷和莉莉约会迟到？没有，我今天那个就是刚刚有事情，对，刚刚在处理事情。我自己又是听歌听得很开心啦，我又忘记了，哎呀，我的脑子怎么就是这么的不好使呢？大家听得到歌吗？谢谢港币的许愿瓶，谢谢校宝，谢谢罗杰的娃娃。对哦，队长大卢卡布丁的生日，前辈的生日听。为什么是老竹？为什么？Hello 幼英，还敢迟到啊？就是我，就是。Hello 花生，什么事？我刚觉得我耳朵好像被电到，好痛。什么脑子？我刚刚脑子有点就是忘记了，我忘记给你们听音乐了。Hello， 冷若无情。本来想说在提问箱留言什么，但想下周见面再说好了。哦，也可以，也可以。可是好，也可以，也可以。这么刺激吗？哇，好，要见面说是不是？好害羞哦。好的，好的。哦，好紧张哦。没事啦，刚刚去跟我偷约会，各位请骂我。哎哎，原来把哎 ，Hello 小雨宝宝 ，Hello 小精灵 ，Hello Run， 表达亲昵，什么表达亲昵？妈咪，谢谢妈咪的文手礼 ，Hello 马哥。话说我先去看完《死神小人》电影版，才知道原来现在这部只是什么前导电影啊？真的假的？所以他后面还有后续几集是不是？有啊，我今天有直播秀一宝宝，骂你当然要见面说啊，不要这样子，感觉被骗钱了。没关系，我就在想，电影都不嫌少，都不嫌少，电影都不嫌多，电影都不嫌多，那尽量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其实我那时候看那个其中有一部片。我也是觉得去那个电影院看的时候，想啊，有一点不值得。但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体验，一种电影院的体验。没关系啦，还好，就去电影院看吧。现在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去电影院呢，除了看电影是主要目的，我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有人知道是什么？四月的时候才是正式片，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刚好看了前导片，你现在四月看的时候，你就会更期待四月的到来。今年听说那时候预计说今年暑假会出一部我很想看的，哎，你怎么知道米可宝？哎，草莓风暴你怎么知道？哎，怎么大家都知道？哎，我跟你们讲，你们爆米花是一种艺术，吃爆米花是一种艺术。我跟你讲，吃单甜的或单咸的都不对，就是要吃咸甜各半，而且你还要跟他讲哦，你说我要45度角放，就是你要45度角是。甜的爆米花，然后45度角是咸的爆米花，这是一种艺术学问，你知道吗？咸甜各半，咸甜各半。然后还有，我跟你讲，我超喜欢在电影院的时候吃热狗堡，好吃哦，真的。我跟你讲，就是要这么对，要45度角，因为我跟你讲，你有时候吃咸的，对不对？如果它是一半一半这样的话，你就会捞不到甜的，你就会没有办法咸的，然后又一点点甜的。那如果它甜的放在上面的话，你吃完甜的，你就很吃不下，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吃咸，你就没有办法吃咸的。对，热狗把好吃，店员会觉得我怪咖，不会，我都对。还有百事可乐，我跟你讲，就是我觉得麦当。哇，差一点又讲品牌了。麦当当的唯一一个小小缺点就是它的可乐是可口可乐，
我真的比较喜欢喝百事可乐。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叉，差点又讲品牌名，汉堡叉，买两包爆米花吃不完，这样又浪费食物。不喜欢百事可乐，为什么？百事可乐很甜哎，超好喝的。Hello 赵元兰 ，Hello 德全 ，Hello 大天，我是百事可叉，百事可叉的，百事可叉的品牌名，可口可叉还好。Hello 德全，百事可叉，赞可叉我没有听过哎，水泥堡那个我没有喝过。祖祖喜欢很甜的，对，我喜欢喝甜甜的，那我就很喜欢喝百事可叉。我忘记了啦，妈咪，你要提醒我啊！大家要挺提醒我。那百叉可乐，对不起，百叉可乐 ，Hello，Hello， 玉雪叉表示雪叉哦，雪叉我喜欢加柠檬喝哦，就真的很好喝。都是肥宅快乐水，别蘸了哦。好啦，也是，我只感觉到有药水的味道，好好喝哦。就是说吃的，他就很兴奋，讲错。白无可茶可乐，对不起，我说要蘸可乐了啦，可口派。哦，你是可叉派就对了。你是可叉派，你还是放弃吧，你的直播太多食物的品牌名。我没有，谁说的 ？Hello Kevin， 雪叉不是本来就是柠檬款？没有，他还要再加柠檬哦，超好喝的。红标派的请站出来，我是蓝标派的，大家应该听得蛮辛苦的，对他们还要帮我把关，谢谢大家，大家要帮我把关哦，就是讲到那个失言台，你喜欢雪叉跟分叉哦。雪叉我喜欢加柠檬，分叉我觉得要看，你要看配什么食物，吃什么都好。期待竹的双层双下巴，没有，竹竹没有。柠檬红茶加一点雪叉很好喝，真的，我没有喝过那种风味耶，下次去吃那种什么自助吧的都可以来试试看。Hello P 柱 ，Hello 甜甜圈。我什么都不喝，只喝护你。好好好，别站了，就是祖祖派了，好不好？有什么差别？你说红标跟蓝标的差别吗？我原本蛮喜欢橘子的，但是某一次喝的时候觉得变得不好喝了，是因为配方有换是不是？我觉得苹果西叉加一，我也超喜欢苹果西叉加一，会不会超过十个以上啊？我。是故意的。Hello， 志伟哥，柠檬红茶加一点雪茶，就是气泡饮料感觉的柠檬红茶，很赞，真的。那麦当当的可叉是可叉还是百叉？哦，可乐是可叉，麦当当的是，我刚刚是不是又念出来了？麦当当的是可叉可乐。红标 ，Hello 卡缪 ，Hello 瑞和，谢自我一个真情告白，你是谁派来的？猪猪派来的，猪猪派来的，好熟悉的 slogan 哦，真的假的？真的有人用这个、哦？你是谁派来的？你是猪猪派来的，以后大家问说你是谁派来的，你们就要说是猪猪派你来的。吃火锅不就是要红茶加雪茶吗？哎，我真的没有这样过哎。我只有吃火锅或是吃牛排的时候会，蛋卷，它不是蛋卷，就是香草，对不起，不是蛋卷，香草 ice cream 配雪茶很好吃。竹今天打算到10点半或是11点。Hello 阿贵仔，暴露年纪了，竟然懂，真的假的？这是什么？我看不懂。每个都是碳酸饮料，买气泡机喝白开水就好。我有在想说要不要买气泡水机，来存钱买一台气泡水机好。可是因为竹马有说等之后，就是我比较爱喝水，就是要先改掉我的习惯，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喝水，等到我要改掉我的习惯，开始变得爱喝水以后，才可以买气泡。
水机没有品牌吼，好对对，合照会衣服穿得像吗 ？Of course， 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是个 sexy girl 了哦，我跟你说，一阵子了，气泡水的气泡钢瓶很贵哦，所以不是机子贵，是那个钢瓶贵，嗯，它有那种就是一次我买多几个钢瓶，然后就给我去喝水。我好像今天准备的也是红茶呢，糟糕了。当然穿得下啊，只是肚子不会，不知道。可是我不确定，我现在是有拿去送神了啦，我不确定我的那一套衣服会不会过，到时候再跟大家讲。钢瓶是消耗品啊，我就是要喝那个钢瓶的、啊。二氧化碳对不对？是不是？我一定要请拍照的工读生特写。请不要这样好吗？你应该帮我遮住才对啊！托露讲，很贵的是祖祖，祖祖祖祖祖祖让人很贵吗？Hello Jack，Hello 水锤，歌声一落下，贵贵不对，什么什么，大家一贵贵，主角是祖祖的肚肚啊！谢谢小小的文手礼。主角是祖祖的漂亮的穿搭好吗？你好水锤 Hello 思远思涵祖祖今天妆容感觉很好看，真的，我今天是用紫色的妆，哎，来看吗？ Hello 西恩远足臭头，哎，你怎么叫我昨天没洗，哎，我昨天有洗头，哎，我的天哪，我昨天要洗头，跟你们说，虽然看不太出来，有点乱，因为我今天有点奔波劳碌，但是我昨天是有洗头的哦。竹跟林一前辈一样不喜欢喝水，真的、哦，林一前辈也不喜欢喝水。我觉得我那天会在竹竹队外，对，我那天要在竹竹队列外面大喊竹竹你的肚肚啊，然后全世界都会经过的人都会看一眼我的肚肚。Don't do that, don't do that, please. 感觉是一个很适合嘟嘴的吧？你说衣服还是我今天的穿搭？哈哈，然后我就觉得被长颈鹿粉丝轰出去了。为什么？好看？有看到我的晚餐照吗？还没耶，还没。我刚忙完，我还没看手机。竟然有洗头？你是说哪一张先 ？Hello， 婷姐。Hello 零八 ，Hello 啊，不是零八 ，Hello ULT， 哇哩嘞！你昨天有洗头？你跟果果真假的？果果昨天也洗头吗？我会准备大神功跟选举战车宣传阿祖没洗头跟漂亮的肚肚，没洗头这可能就是，我觉得应该远远看就看得出来了，肚肚就不需要远远的看不出来，就别让大家看出来。烧肉是撑了，现在是在吃冰淇淋。我今天其实也有在整啊，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吃寿司郎，好开心！我今天吃寿司郎的蛤蜊面，蛤蜊拉面配薯条，然后加两包盐巴，然后谢谢嘎逼的小狗娃娃，然后配一个虾鱼卵的蘸，它是叫蘸酱还是蘸？它那种寿司叫什么？蘸酱寿司吗？隔太远失败了，我的诈骗术嘟嘴0305，糟糕，今天失败了，速报组今天写对啊，婷姐，今天没有，我今天没有吃很多，今天只有吃280块而已。然后我吃完那个虾鱼卵的那个寿司之后，又吃了一个炙烧罗勒鲑鱼跟炙烧起司鲑鱼。哦，我就吃不下了，我就真的吃啊，军舰是不是？哦，对不起，军舰寿司。我刚说什么？舰艇寿司是不是？寿司郎一定要点玉米寿司啊！你不行，不可以。好啦，其实竹妈也就是因为竹妈不能吃海鲜，所以她去都是点玉米寿司啊、玉子烧啊、然后面啊这种。是啊、哦，对不起，寿司叉。原子竹，你这样的不行。
我要洗掉。竹麻会过敏啊，花枝对寿司都不那个都不行。在哪竹麻？舰艇寿司也是蛮好听的，是不是？感觉有没有很厉害？花枝也不行吃，竹麻对就是任何的海鲜都不行。它唯一可以的好像是鳕鱼的样子，可是它现在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吃。寿圈郎跟圈丝好，寿圈郎好了。是说你薯条是炸的还加盐巴，根本 NG 食物啦。我竹妈是优秀的助攻，那海盐竹妈能摄取吗？这个可以，竹妈很能摄取海盐。端勾勾了，玲玲保护队，没关系没关系，没事的，我们新的一年集一个新的勾勾，玲玲保护队。这样我跟竹妈一样，真的假的？ Hello 草莓甲，晚安安，都随你去。军舰超好吃的哦，觉得我今天真的好快乐，你知道我好久没有吃寿圈郎了。我觉得我今天吃完以后，你知道我就是走在那个路上，我都觉得樱花落下，放慢了 slow motion， 然后我走路，阵阵微风吹向我，一个悠闲又快乐的女孩走在路上。然后穿着漂亮的黑色衬衫，哦，简直是一幅画呀。Hello， 小芝立生 ，Hello， 阿凯。那为什么带竹妈去吃寿圈郎？因为我想让竹妈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食物，因为总不能让竹妈都是吃一样的食物吧？就因为过敏就不能去吃寿圈郎了吗？不，竹妈还是可以吃的。那婷姐要小心哎，要很注意。Hello， 浓眉，香港的圈圈郎要排2个小时。我跟你讲，是宝宝，我们的那个也是，而且我们常去吃的那家也是，让竹妈付钱吧。没有啦，我真的很喜欢带竹妈去吃一些各式各样的食物。我觉得因为带竹妈，因为竹妈其实是一个，如果你不盯在她旁边，她会忘记吃饭的人，你知道？你知道之前我就是这个可不可以讲啊？这个反正竹妈就是一个很容易会忘记，就是我之前好，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了，就是我之前曾经就是有一次，自己想吃才是重点，没有，我自己吃过好吃，我还是会带竹妈去吃。怎么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我要思考一下。反正就是宣差郎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也很久没吃的啊，我今天就觉得太久没吃了，我今天一定要来吃一下。弄东西弄到没吃饭，对，我对虾子过敏，就是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3天2夜，我就是不在家这样，没关系，我就讲简单一点的，反正我就是要出去，然后我要去3天2夜，然后呢，竹妈呢就是比如说冰箱里的食物呢，就是比如说竹妈就是因为刚好那几天她还放假，然后呢她就自己一个人，反正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躺在沙发上，然后不动，然后。但是那个可能就是已经帮他准备好食物了这样，然后但是我回来哦，我回来就是2天1夜，不是3天2夜，2天1夜，然后我回来的那个瞬间，就是我看到的竹妈跟我出门看到的竹妈是一模一样的状态这样，然后我想说竹妈有变吗？我想说我是去2天1夜吗？还是其实是我早上出门然后晚上就回来了。Hello， 潜伏。好，你先去洗澡，月月。等我来。好，等你到。到台北来，到台湾来。好。参加活动的花费都不用钱的，但是吃东西的花钱就觉得很贵。怎么那么好，陶瓦哥？真的是哦，我觉得陶瓦哥真的很棒。辛苦了，但是还是要记得吃东西，就是虽然不在乎吃什么，但是要记得吃。要怎么变得不一样？比如说你至少就是，比如说你躺的姿势啊，比如说原本竹妈是这样，就是就比如说她是这样躺着，然后滑手机这样哈，她本来是这样，然后比如说你应该就是会转翻身嘛，对不对？没有，我出门的时候竹妈是这样，回来的时候竹妈还是这样。只是要花在自己身上的钱都觉得贵。
猪手，哈哈哈，西恩，好，没问题。所以，对，我确定我穿得下的裙。Hello， 月月。对，就是这样，用不动。有吃的，而且吃的很好。公司有很多免费的高级食材，怎么那么好？好好哦，强的是电池好吗？电池是蛮厉害的。买身写真不改面，吃个麦当当去考了两，考虑了两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谢谢心盈的打 call， 就是大家还是要记得吃饭，好不好？大家记得吃饭。但是麦当当其实确实也是蛮伤身体的啦，大家也是不要太常吃。没有啊，跟你们见面就是要拿出魔法小卡就解决得了了嘛。魔法小，我想说，请问什么是魔法小卡？他说需要一宝宝想蹭饭，好好哦，竹妈那也是一种才能，对。就是自从那个字之后呢，就是我后来不是去录那个吗？同居时代吗？然后我就因为去录了同居时代，然后那个竹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好像去两个星期吧，然后我就说不行，我真的很怕，就是竹妈就是忘记吃饭，你知道，一个礼拜忘记吃，两个礼拜忘记吃饭，然后忘记，你知道，忘记生活这样，然后身体就会搞坏这样。我就跟竹妈身边周围的所有朋友，就是看到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个对不起，这两个礼拜妈妈可能要麻烦你们照顾了，这样就是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就买个东西，随便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就放到他眼前，他就会看到的时候他就会吃两口这样子，就随便你们买什么都好，你就买个东西到竹妈身旁让他吃一下这样。对，你看你们这样都不行，你们都不对，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要记得吃东西，知道吗？卡面黑黑的罗马人最佳，这是什么黑卡之类吗？为何莫名有种味道的感觉？竹妈真的会忙到忘记吃东西，告诉我地址，我三餐送。哎，竹妈怎么那么受欢迎啊？那个不行，黑色罗马人台湾店家不认的居多。黑色罗马是什么？我偶尔也会忘记吃东西，脸保护队长不行，还是你想要金门高粱？什么东西？为什么已经到金叉高粱了？为什么 ？Hello 面面 ，Hello 柠檬花园 ，Hello 史密斯 ，Hello 小 P。哦、oh, ，黑卡是有罗马人的。我太多喝不完，一瓶十张券以上的价格任你喝哇！你是把竹马？不是，我跟你讲，真的，你讲真的，哎、欸，我真的，你们讲到这个，哎、欸，我不能讲，好，没事，等我发现肚子饿了，我好像有一个樱花口味的，是好像是竹马有一个开茶店的老板，他们也有卖那个东西的樱花口味这样，所以我有一个樱花口味的，是大人送我的这样。真的很厉害耶，竹妈，不应该说怨不带。哎呀，泽泽，找我啦！哦，对啊，原来宝还会调哎。Hello， 愚者，这样的话，那个，大家进来会不会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金叉高叉 ，Hello， 洛林，不是塔瓦哥，另外一个，别的，颜色一样。颜色一样，塔瓦哥。Hello， 洛璃。哎，对对对，元奶宝。对 ，Pretty Chill。Hello， 饭团。黑色罗马人指的是啊，其中一种卡别。OK， 好，就是黑卡吧。哎嗨。好啦，你要继续工作了。好，龙猫，工作加油。金色高，金色高铁，哇，哎、欸，金子做的高铁，哇、啊，这真的很贵呢。好像没有一天知道你到底在喝什么。樱花利口饮料，利口是什么意思？哈
Hello Rock， 谢谢 Rock 的樱花和樱桃哦，桃花不是，我正在讲桃花和果子，谢谢 Only 的桃花和果子。那天应该很多人会在外场嗨哦，嗯，会 chill 会 chill。可是我记得 Sakura 口味有点酸酸的，嗯，不知道，我还没有喝过。那天应该很什么樱花麦子发酵的饮料。对对对对对对，谢谢洛梨的桃花和果子，就是调味，对，调味的饮料。还有一凯，还有鳄鱼，谢谢小尼宝的桃花和果子。桃花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来晚了 ，Hello 金界大叔，Hello Rock，Hello 易凯，平常要懂主族中文就很难，现在感觉。大家在场外吃荔枝吃起来，我有听说这个耶，好像三颗以上就是那个，对不对？就会哔哔哔叫，笑死！我们现在大家隐喻的，谢谢洛梨的小狗娃娃。现在买不到荔枝了吧？哦，荔枝是什么季节啊？吃荔枝呼一下就爆掉了，对，就哔哔哔了。不难呐，这不是中文，是竹文。对，没错，欢迎来到竹竹王国。竹竹是竹竹王国的小公主，所以到底在说什么？在说荔枝吃一下呼一下就啾啾啾啾啾，就缴费撸哦，哇哦，不是只有缴费吧？证件会被扣缴这样。荔枝是夏天的，真的，其实我很不喜欢吃荔枝，因为荔枝接近那个籽的那个地方会涩涩的。但是荔枝偶尔吃一颗是蛮好吃的。对，我是竹竹王国，我是长颈竹王国的小公主。你们是长颈竹小公主的骑士。我懂。呀、yeah ，对，国库感谢您的贡献。非自愿，不能挑食。没有啦，后来他们有说你只要漱漱口，然后再呼一下就不会有了，就没事了。伟在，我大竹竹王国千秋万载，永垂不朽，万岁万岁万万。哎，打错字了吧，球迷甲。Hello 黑骑士，我是被小公主追杀的婷姐，怎么突然可以接受装可爱的？真的假的？所以握手会那天大家一起出镜吗？你说。吃荔枝吗？还是什么？追什么？追着绑的，追着绑绑的，嘴巴闭闭。为什么要嘴巴闭闭？没有婷姐哦。那为什么没有婷姐？我的白雪公主好像也不在这里耶。你的白雪公主是玲玲吗？荔枝加公主，竹贵妃。没有 ，no， 竹竹不喜欢吃荔枝，荔枝不好吃。祖祖喜欢吃的水果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我最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洛梨，可是因为我喜欢喝洛梨牛奶，嗯，直接喝水友比较好，是不是？哦、OK， 好，跟着整个祖祖王国一起出镜 ，Hello，Hyper 吗 ？Hyper。Hyper 哦，是吗？欢迎战士，你为什么要取一个奇怪的名字？巴乐没有，巴乐是减肥必备。贵安啊，贵妃啊，我是竹贵妃。Hello Jerry， 谢谢 Jerry。竹王国头号被绑通缉要犯 QQ， 还要双下巴才是竹贵妃哦。嗯，这是幸福的象征。谢谢 Jerry 的我来签到了，竹贵妃很像啊，肚子三层肉。没有，竹王国头号战犯，你都未留言呢。嗯，不用留言就知道一定是你。Hello 小白兔，可惜这次握手会没办法参加，没关系，金界大叔。我这次握手会不会看到竹竹的三层肥肉，合照会才会。握手会是看到一个高雅精致的竹竹，也没多到多高雅啦，反正就是小公主系列。谢谢笑笑宝 ，Hello 草莓风暴，安安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隔壁的王国是野猪骑士来喽，
谁？猪王国是长颈鹿骑士来了！哇，开心！我们会拍三层肉给没有机会参加的同伴，没有问题的。精致，这是什么形容？精致小公主在哪里可以找到文雅安静的主厨呢？今天，但是今天我是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有留那个言吗？虽然80%都是说吵吵啦，但是也是有，就是我也有收到一些我觉得真的很鼓舞我的一些话，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并不会有机会，只是很多人有跟我说，其实我不需要改进我自己或是什么的，或者是说你们就有跟我说叫我做自己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很开心，谢谢你们。高雅精致猪猪，如果不说话还好，说话绝对高雅精致，绝对不会高雅精致。今天并不会，今天会，我没有哦。你没有留言吗？有吧，我有看到婷姐吧。有啊，你就是叫我要，我有说好话。如哥哥说你是说哪一个的？只是抱歉留太长了，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每一篇留言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特别看是谁留言的，但是我有看就是你们留言的内容这样。猪猪已经很棒棒了，但没有啦，没有。当然每个人都还是有缺点，我还是有要改进的地方。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有一个人有留言，但是因为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我的说可以来我直播间，因为我有几个留言是这样，就是有几个啦，都是留言说关于我在同居时代的表现的东西。我后来才发现哦，就是其实还蛮多人蛮好奇我在同居时代的表现，我好像是80%哦，原来你就是活路仔啊！好，谢谢如哥哥，谢谢甩泥巴。然后我觉得我在这里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好了。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有几个问题是说那个在那个节目里面我的表现是不是？活路仔，就是很多人问我说，在那个节目里面是不是我真实的我这样？应该说，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还好没看《同居时代》，不然会想象破灭。也不是，就是在里面呢，不是真不真实，而是在里面那个也是我的其中一部分，但是那个也就是一部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跟我更亲密的话，可以跟我聊聊天，就会比较了解我这个人。因为好像蛮多人蛮好奇说，就是我，因为我平常就是在直播间跟那个同居时代个性好像很不一样这样。但是我只能说，就是他在那个里面的那个表现也是我的其中一面，然后现在的我也是我的其中一个主族，然后我跟撒库拉的宝宝们相处，又是也那个也是我的其中一个我这样。什么是撒库拉最吵？猪猪很正常啊，事情让人太安静。有，我有看到这个留言。同居时代我也没看，没事没事。综艺节目不管什么类型，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被依照设定。当然啦，当然还是有一些，毕竟剪辑也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因为影像呈现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所以想要呈现哪一面给大家看的话，又是别的想法这样。Hello 阔 ，Hello 甩泥巴，直播给人的感觉，表演给人的感觉，对，我在公演的感觉又是在公演的感觉，然后我在握手会又是握手会感觉哦。当然，在合照会又是另外一种我喽，没关系，是祖祖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不太敢面对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也有遭到很多的负评，就是很多人骂我这样。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一直都很不敢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这次留言啊，我觉得看到这些留言，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来面对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透过直播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因为毕竟之前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就是你知道，表达一下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样。有啦，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要上节目直播嘛，然后直播上面就蛮多负面的评价，这样。面对别人不是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嘛，或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因为自己会怕说哦别人会骂我什么什么的，所以一直也是不太敢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有这个勇气可以来面对这件事情了。祖祖现在也被骂我们，而且是每天，哦，好可怜哦。所以我才问过你要不要提这综艺啊，怕你会尴尬。现在不会了，我其实那时候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会怕，就是我很怕说就是有很多的人因为节目然后就觉得我是这样怎么样的人或是什么的。但是我只能说我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怕，是因为我觉得节目的里面也是其中的我的一面，然后这里也是我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在 AKB 就是说出来基本上大家都会理解，然后从而可以更了解祖祖这个人。对对对对，我也是就是想要让大家更了解我，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跟大家就是讲讲这件事情。人本来就有很多面，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妈咪你来了呀，妈咪你刚去哪里呀、啊？晚安我的偶像。哎，幻影战士马一来就改为名字什么意思？反正大家应该都懂。哎，妈咪你刚有在听哦？对对对，晚安晚安。对，就是我想说来跟大家讲讲这件事情，原来是爱。对，就像你也是不完全我全部的一面。对，我现在目前对婷姐的认识就是姐嘛，然后M 住啊，然后喜欢穿女装这样，然后是一个很少女的人，然后很瘦。客人、oh, OK OK OK， 你忙你忙。听你唱歌真的需要勇气，是真爱，是真爱。晚安哦。哎，不对，祖祖不要震惊到高潮的时候突然搞笑了。我哪有搞笑，我很认真。人有很多面，祖祖的腹部也是一整面。没有，小耳哥，我跟你讲，现在有两个凹槽了。马甲线，只有瘦是对的。没有啊，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方式啊，大家有不同对我的理解方式。我对婷姐的了解就是目前是这样，这才是祖祖，这就是婷姐的百分之百。对，我觉得今天讲出来也很心情也有一种啊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不信，我比较喜欢你露出小腹的肉肉。不行，我等一下要被竹麻说我的肚子掉出裤子外面。期待。哎，婷姐。不行哦，你讲脏脏哦，不能念，差一点，差一点。对，有一点就是有觉得，其实一直以来压着我的东西，好像有点比较放松的感觉了。Hello， 小薰，两个凹槽，所以是三层肉吗？不是，不是，没有，没有。腹黑面？什么腹黑面？哪里腹黑面？本完美子。哎，我有腹黑面在大家面前过吗？没有吧，我应该都是很善良、很可爱、很正面、很活泼的吧。怕什么？有我在耶。当然啦、啊，婷姐，什么事情一定冲在第一的，对不对？有放下点就好了。对啊，对，就是，而且我很谢谢大家啦。我觉得果然那天忽然之间要来检讨一下自己是对的，连骨头都黑了。我连骨头都是黑的，是不是？不是婷姐的部分，不是婷姐的部分，很棒，有精神放松了点就好。真假的，我很黑哦。那我靠近一点，有没有白一点 ？Hello River，AKB 的原本初衷就是成员有很多方面可以发展，就是要组出更多方面发展很好啊。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自从加入以后，我有学习到，我觉得我学习到真的蛮多的东西的，就是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真的都学到了很多。Hello 飞镖 ，Hello 大斧哥，哭？为什么哭？婷姐，我是不是我的留言太感动了？你是不是觉得啊，真情流露，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哦！
谢谢婷姐为我的真情流露感动，谢谢。洗头还没学到，目前还好啦。粉丝虽然大家都呛你，不过你认真问大家事情，大家都会很震惊的。骗人，明明就有八成的人说我是草草，但是我觉得看到草草心情也蛮好的啊。其实，那你有学习到怎么令自己变聪明吗？有啊，我觉得我现在脑回路真的是动超快的，分析能力的哦。直接飙升100。当初的想法是脱离舒适圈，那现在在这里的感觉是什么？这里是我的舒适圈。可是你真的很吵。没有，这个面对，我现在可以面对这件事情，但我还不能面对我很吵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我就没有说你吵啊，爸。不好说，不好说。竟然有八成，对啊，好要，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吵吵，然后哦没有啦啊，吵吵吵吵，我觉得你很吵，我觉得很唱歌很吵，结果更舒适了嘛，没有啦，我觉得现在在这里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舒适圈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蛮舒适的啦，就是我觉得现在在这里交到了很多的朋友，然后。运动会那天，对不起啊，运动会那天我真的太激动了，你知道我们要激起一个团队意识，就是要有一个你知道旁边的啦啦队加油，我都没有说你吵，没有，我跟你讲，对，还有大声功的部分是，我应该只有请你好好唱歌，哦，有啦有啦有有有有，不舒适的是我们耳朵，没有啦，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想过我现在在这里的感觉，我下一次给大家答案好不好，我认真想一下我的想法之后再跟大家讲。 Hello 史密斯，我们问问竹妈看看平常竹在家里吵不吵。有啊，很吵，就是我刚刚就一直跟竹妈说，竹妈我想跟你聊天，我真的很想跟你聊天，竹妈就说你真的很吵，你赶快去直播。 Hello 飞镖岂止大声公，全场只有三个人的声音。团队意思是指你叫你闭嘴不反，不是。竹妈应该对于住宅有做隔音加固的工程，竹妈的荷包是一个。期待听到祖祖的想法。好，我来想一下，我来想一下现在这个地方对我的感受是什么。来找我聊天啦，你说吵吵的部分吗？接接接，铲铲铲，打打打，这是要怎么接？对对对，就是很棒，就是很棒，就是你知道每个职业的球赛旁边不是就是会有人帮忙加油嘛？就是那个看球赛的人不是都会很热情的帮忙加油吗？还有加油歌啊，我知道我下一个任务了，加油歌，不要骚扰什么，反正觉得还好，没有到很吵。真的吗，婷姐？真的、哦，吵吵的部分可以找我聊聊。哦，是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时候三组都会很团结，说竹竹嘘。竹妈这么久应该习惯了被吵这么久。闭闭闭闭嘴。切思远的梦幻星座，我觉得他们喊加油不是喊命令，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喊加油不是喊命令，什么意思？加油不会接接接，打打打，传传传。不用麦就还好啊，我后来就没有用麦啦。Hello 小仓鼠，你知道结果我隔天沙哑，喊到沙哑，好，直接哑掉了。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这首歌啊？不行啦，请不要分手好吗？我们听情歌。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听暖暖。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你可以吵吵，我尽量不介意你。好，好，那我来认真让我唱一首，好不好？就让我唱一首歌这样，然后我等一下就我们分手。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签收，签收，什么什么什么签收？我忘记了。我们看你打 call 也不是喊唱唱唱跳。哎，对耶，祖祖暖暖的心，哎，一首500，哎，怎么这样？不行不行，我要来认真唱歌了，各位。运动会我真的喊出去，祖祖闭嘴，究竟怎么都豁出去了？有吗？我没听到啊。
转飞镖，转转转飞镖，还有树爸爸。哎、欸，他说那天我的耳朵被你当成那个耳鸣，哎，是不是很刺激？有没有感觉？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演唱会现场，重低音超重，那咚咚咚，然后到你耳朵麻掉，就觉得哦，赞啦！跟你分手可以啊，为了步入人生重要的阶段。哎呀，喊扣都没喊那么大力、啊。这里能转飞镖吗？这里也能转飞镖吗？这里也可以。唱我发给你的歌啊！我还没练好，等等，好不好？草莓，我等一下，等一下。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什么都转转什么的。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吃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说真的，暖暖这首歌就是你们对我，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对我真的是很好，谢谢大家。感动啊，各位感动啊 ！Hello， 田中，我们都知道紫竹其实很好，真的。随便呢、啊，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晒过太都觉得有希望。主持人大家都很好耶、yeah ，你对我们也很好。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今天特别喜欢猪猪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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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走音没有？谁走音？好啦，只有今天喜什么？哪有只有今天的？你留言也喜欢我啊！谢谢罗杰，你都这样，你才是隐藏，你是隐藏 M 柱，然后婷姐是外显 M 柱，只是不要偷笑哦，要就你啦，我偷笑了啦，奶宝，倒梗，谁倒梗了？怎么了？Hello， 青龙龙龙，你好，龙龙龙龙龙龙，三个字怎么念呢、啊？先欢迎正式眼睛的张总，猪猪没有哭桃啊哥，你只要开开心心的，就是很棒的回报了，我很开心啊，有我，有你我就很开心啊，桃啊不是桃啊哥，对不起，婷姐，哦、看着婷姐然后说桃啊哥啊、oh, ，sorry， 对不起婷姐、啊，真的啦，你真的是一个哦。这婷姐是一个开心果，是一个是场景国的场景族国的开心果。到底原来内 M 柱有分外显跟内显，有啊有有有，就像你的基因学有外显跟隐性跟什么显性，是不是？啊，怎么这样甩你宝？祖祖唱梁静茹的歌不用静音，是好听的吧？谢谢你哦，流放啦，哦哦。
我知道有我你不开心啦。咦，什么？我哪有不开心？袁尚廷，完蛋了，完蛋了，要被怡真前辈杀死了。有开心就好了，我这样牺牲就有意义。所以你真的会穿旗袍来吗？Hello Only， 你应该是显性的潮，对对对对对。然后阿丽就属于隐性的潮，她是那种时不时的爆发一下这样。左左可以来一首《野花不要采》吗？我没有听过这首歌诶，钟勋，但是我可以放给你听。情人间后难免沦为朋友，路边的野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然你会转飞镖。十年之前，阿丽很吵，我是不要乱改姓。主你是卡到几的？是什么意思？西恩，什么意思？西恩，主你是卡到几的？你的每个字我都看懂了，可是你把它叫在一起，我就看不懂。婷姐，主都这么说了，答应人家嘛。想太多，西安欢迎回来。采野花不要转飞镖，猪猪唱成这样我一定采。哎，十年之前我不转飞镖，也不唱好运来，只是那些歌曲。记着我的爱。天天在等待，不要拒绝，不可能。还有什么不能转飞镖？十年之前我不转飞镖。财主主怎么可以没有找我？哎，怎么这样？还有什么不能？月月怎么问号了？主主要唱这首歌吗？好。百花开，那我加入我的歌单。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一下骑乘挂机哦，好好好好好，小心哦，小心骑。飞镖跟我入歌哎，每首歌都飞镖。袁尚廷姓袁没有错啊。这又是什么？这首歌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然你就会被转飞镖。什么？还要会给我等起来？转转。什么什么什么转吧转吧，七彩霓虹灯转吧转吧，七彩的飞镖哦，好棒，变调了，特别喜欢，喜欢哦，罗杰，这是闽南歌吗？这是中文歌吧？他应该是说中是讲中文，高招高招，婷哥婷哥婷姐婷姐，对不起我叫错了。林爸神留言呢？林爸说啥了？我怎么没看到？笑死！怎么了？怎么了？什么笑死？路边的飞镖不要采，路边的飞镖不要采。咪，你笑得甜蜜蜜。啦啦啦。不要再解了，那婷妹婷妹，好日子也适合我，好日子也适合我们。Hello， 小公主 Vivian 梦，怎么了？飞镖这么点点点了，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唱歌了，你想我了，就点点点了。你还没有收工，就麻烦开到我到家，大概十一点。真的假的？你十一点才到我家，怎么那么远？邓丽君是我，我是袁丽君。我是袁君君，袁哦，袁君君，我是袁子君，袁子君 ，Hello 晴，还是田子君？哎，田子君好像不太好听，不是田子君是谁？袁子君，哎，袁子君好像蛮好听的，还是要袁丽竹，袁丽竹好像也不错，袁君君，袁晶晶。你见的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闪我心。嘿嘿嘿，好日子会唱吗？不会哦，不会唱好日子。林爸小心竹竹暴富哦，待会你接领零食高歌一曲。
真假的？玲玲爸要等下去接玲玲是不是？君君不是那谁吗？对啊，君君是我那偶像嘛。Hello， 志伟哥 ，Hello， 笑笑宝。好了，对不起，我差不多了，我要放回我的这个。Jig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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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我们直接放下一首歌。什么 ？Teresa 是什么？Tiger 加87，为什么加三？什么东西加三？什么东西加三？原子君加一，原力竹加二，原草草加三。那一定是草草加脑性胜利啊！加87。哎，对，很多人给我加87，什么意思？啊，好了，树宝宝，对不起，我跟你讲，我今天特别为了树宝宝，我们今天要来这里进行听觉的飨宴，还有金剑大叔，为什么能源没有办法到场？没问题，各位，没问题，没有办法到场的各位，没有办法见到我本人的各位，我今天唱歌给你们听。一道墙，一扇窗，哦。太快了，微光，一道墙，爬上窗外盛放，一道墙，悲伤的融化，啥？墙怎么了？我爱看着，灿烂的融化。请还我感动，很感动啊！哎，我真的很认真哎，我在请回来的，叫怡姐，咦，我的耳朵好听，你看小天使都来了，墙倒了，给我一把刀，自己来。哦，不要这样，草莓风暴。当你的手，你这样紧紧的握着一把沙的时候，你就流失，就它，你的沙就慢慢从掌心流失。当你的手打开的时候呢，你就拥有了更多。每个美好的风景早已离去，嘿，直到爱，相同，它早已经。开始了一段挣扎啊挣扎，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阿明，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哦哦哦耶，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你现在是在哭啥？闭嘴！我不想聊车子主任。哎，我觉得我唱的很好听，哎，不觉得吗？哼，完美啊我，完美的歌声，嘟嘟嘟嘟嘟，直接强制下班是不是？多了多了，小公主，我没有多啊，他们越讲，你们越讲，他越开心啊。转飞镖来。我真的打了转飞镖，我想大概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歌，是转圈圈呐、啊，爱的魔力，转圈圈呐、啊。终于知道为什么祖祖那天没有去跟萨库拉的 K， 没有啦，我那天有事啦，吓死！完美的破坏了大家耳朵。祖祖听过徐佳莹的《喜欢你》吗？喜欢这样贴着你，是那个吗？是那首歌吗？喜欢练我给你的祖祖之歌，记得练给我给你的祖祖之歌哦。期待好，找到我剪的啊，找得到我剪的啊，什么意思？说不定有这首歌啊，什么意思？转变没有，我跟大家讲没有这首歌，耳膜破坏者，喵的你。够了，顺便你带我到那里，顺便你带我到哪里？什么意思？罗杰是一首歌吗？Hello， 史密斯。爱的魔力转飞镖，想到心欢怒放一夜白天，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冒险。爱的魔力转飞镖，飞镖，飞镖，转飞镖，转飞镖，飞镖镖，飙飞飞，转转转转转圈圈，转圈圈，转转转转转圈圈，大家一起转圈圈，全部转转转起来，转转。转转转转转飞镖，飞镖转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转转。初恋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想要无数朋友你陪伴我身边。初恋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想要我和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飞镖，飞镖，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转，飞镖转，转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转起来，飞镖飞镖转起来，转圈圈，想到喜欢上白夜白天，可是我们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我也不见，慢慢冒险，爱的魔力转飞镖。思念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是我害怕。转飞镖，转飞镖，转转转，转飞镖，克服危险。噔噔噔噔噔，飞镖，飞镖，转飞镖，飞镖转，转飞镖，飞镖镖转转飞镖，镖镖镖镖转转飞，那种感觉。爆音了是不是？他锁定你了，真的是太开心了。飞镖，妈妈，妈妈这个时候是会一起起哄的哦。我跟你讲，妈妈连平常都会说，哎，那个转飞镖这样，就是你的名字已经是转飞镖了。就是他说，你很常唱那个转飞镖那首歌这样。一圈一圈，你就是我的火线。爱的魔力转飞镖，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笑死，竹妈看起来很尬意转飞镖、还有那个啊，另外一首歌啊，竹妈唯一不喜欢的大概就是《蛋饼之歌》，但是自从它变成铝罐、铁罐的那个时候，竹妈就很爱了。Hello River， 危险。转飞镖，转飞镖，飞镖转转转，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
不见。转飞镖，转飞镖，转飞镖，爱的魔力转飞镖。但民歌很好听，好不好？下来。可是我害怕转飞镖，一瞬间不见，危险！哎哎哎，飞镖转转转转转转飞镖，嘿，飞镖转转转转飞飞镖转飞镖转转转转转飞镖转飞镖转转转转转转飞镖，飞镖飞镖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转飞镖，飞镖转转转，大家跟我一起来，大家一起转飞镖。哎，本来以为是错觉，去别人那里回来还是一样的。OK， 这就是我要的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好可爱啊！怎么那么可爱？觉得你跟面面搞怪唱搞怪唱歌的时候声音好像、哦，真的假的？原来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失散多年是什么？失散多年巨乱讲乱讲，竹妈你也别回啦，这间有毒，这间有一个叫竹竹的毒，竹蜘蛛毒竹竹啊，竹竹更大声的。Hello，Hello， 墨镜，握手会飞镖喊 call 喊起来，我只要当飞镖、哦，飞镖我还没有见过飞镖本人呢，我还没有见过飞镖到底长怎样。飞镖你要记得挂牌牌进来哦，然后看到飞镖两个字的时候，一这样，叮，飞镖，转飞镖，飞镖转，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转转转飞镖。YT 搜寻爱的魔力转飞镖，学抠学起来，没错，我们有 freestyle 哦。我好像都在圈米米是什么意思？月月，你被麻掉了，明明就公演看了很多次，那很远，没有看到你很近。要记得要准备一个你专属于你的 logo 哦，就是不挂不用挂牌，要旋转入场哦，一进来转圈那个人就是转飞镖，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飞镖你会来我合照会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不要来一个就是转飞镖的那种照的形，就是我在那边转，然后你就要这样的形状的形状的那个照片，我都在左边左右边看到你啊，真的、哦，谁会公园一直转？没有，如果合照会可以的话，你有吗？还是没有？然后我要这样，我要这个表，我要这个动作，这样。然后你要这样，哦，姿势，我刚说什么？我刚说了什么？羡慕有专属的那种，婷姐，你也有，你还有专属的衣服叫旗袍，还有，如果你要跟如哥哥抢的话，还有比基尼啦，如哥哥的经典招牌是比基尼。猪认不得人，猪要有那个印象，我有点脸盲，你知道吗？感觉很恶劣的照片。羡慕有专属动作，元乃宝，我想想看哦，元乃宝有什么专属的动作吗？不要，又我，对啊，哎，如哥哥你在啊，呵呵，我想看元乃宝有什么动作。女孩对我说，说我抱，哎，对耶，元乃宝你还没有特别的专属动作，我帮你想一个好了，我想想看。原来宝哦，我不羡慕。嗯，树宝宝没事，我唱歌给你听啊。乖哈，我等一下找一首树宝宝之歌。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我帮你找一首歌哈，等我一下。不要，婷姐还能以三级生？对啊，她是讲那个规则的人呢。她给的永远不重，不重，不重。我想想看哦。我有一首歌已经想到适合树宝宝了，可是我那首歌不会唱，你让我练习一下好不好？
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再来过。李吧，啊李吧。有一首歌三期生会出现在舞单嘛、哦、我跟你讲直接越级上去 Center 直树歌，有一首歌叫立吧山河乞丐是十面埋伏，听过吗？但是我不太会唱这首歌，我总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你，不知道为什么。婷姐，我也帮你想好了。婷姐，你的歌叫《易燃易爆炸》，怎么样 ？Hello Andrew， 然后奶宝宝，你让我思考一下有什么？你让我等一下下播的时候好好为你思考一下，就是你要唱什么？你要什么 pose？ 好吧，我帮你用一个专属 pose。笑了，不能这样，这样对前辈没有礼貌。十面埋伏真行哈，婷姐 Center。哎、欸，我刚刚说这首歌是啊，树宝宝的专属歌，对不对 ？OK OK， 好 ，OK， 没问题。哎、欸，他怎么宕机了？没关系，我再来查一次。我来关掉，再开一次，再开一次。十面埋 F， 十面埋 F， 篱笆上的乞丐是。好想先想好原来宝的，不用理我，不行，我已经想好了，篱笆上的乞丐是。不用这么麻烦吧？要不行就是要，我要帮你想一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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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看是不是跟树宝宝很搭？有没有跟树宝宝感觉超搭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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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乞丐是。等一下，湖南话吗？你是湖南哪里的？重庆话。他怎么有？对，我找纯音乐版本，他这个是还有那个的，纯performance， 对这个，我仿佛看到树宝宝本人了。来，篱笆山河乞丐是。是原唱是陈奕迅老师的歌，是不是？是吗？应该不是，不是这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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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篱笆山河乞丐是。有了。十面埋伏，按赞、留言、分享，不是奕迅老师的，不是。但是我不会唱这首歌，所以加速驾到，加速，差点说千岁，千岁是女生哦，对不起，树宝宝。Hello， 嘉阳 ，Hello， 钟颖。奕迅老师，十面埋伏战战，我的提供给你，不想要怪哥的给我。为什么？什么叫我提供给你？西楚霸王啊？不知道，我就觉得好蛮适合，就这首歌那个噔噔，篱笆山河乞丐是，很适合你，不知道为什么。也有歌声。要来了吗？要来那个篱笆山河乞丐死了吗？噔噔噔噔噔，山河乞丐死。他快到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那我好。
你念起来有点胀胀，什么意思？有点胀胀是什么？家父，皇上，对不起对不起，皇上，驾崩，皇上，驾崩，皇上，驾崩，滴。芝芝哦，谁是芝芝？谁是芝芝？我是草草，谁是芝芝？哈喽思涵，国台语并用，国台语并用，啊假的，皇上，树宝，假崩，树宝，假崩，树宝，假崩，主主要当我的后宫吗？啊、哦。我是祖族王国的小公主哎，我唔好唔好 ，Hello Lingo， 我跟你讲，我帮你想到一首歌 ，Linga Linga Ling Linga Linga Ling， 我说假崩吃饭饭假崩，树宝宝抢走我的晚餐，你冷静，等我妈以为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陆哥哥，呸呸呸。树宝宝，福寿，千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起，哦对哦对，力霸山河，力霸山兮气盖兮，时不利兮骓不息，是什么意思啊 ？Lingo 别走，福寿螺，福寿好吃，福寿螺好吃，很好吃。Oh baby， 请我多说一点。我哪里做错了？我改啊，没有没有，是不是不是 Lingo 没有，没事的没事的，你没有做错，你做好吃。Linga Linga Ling 那首歌是什么 ？Linga 吗 ？Linga 吗 ？Linga 什么 ？Linga Linga Ling。铃嘎铃嘎铃上，铃嘎铃嘎铃，铃嘎铃嘎啊！是太阳的歌啊。福寿螺，福寿螺是食物吧？不是食物吗？福寿螺不是食物吗？太阳的歌，福寿螺可以吃，不行吗？它不是螺类吗？福寿螺不是，福寿螺是什么？那首歌好听，真的好听。我赶快来查一下什么福寿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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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它是破坏生态的东西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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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他说可以啊，他说在水质情况好的状况下，然后要洗干净，因为容易有寄生虫，是可以吃的啊，是真的能吃。我就记得我有看过啊，可以。不行啊，我怕我会被攻击飞镖。还我这么烂，我怕我被攻击，但是不好吃嘿，哦，真的不好吃哦，不好吃哦。你们有吃过？你们真的假的？你没有吃过？你们为什么有吃过？铃嘎铃嘎铃嘞，我的铃嘎铃嘎铃怎么不见了？铃嘎，铃嘎。来，有没有很适合？因为我真的觉得超适合。哎呦 ，Lingo， 你的专属歌找到了。
拎够了。为什么是翻白眼？对，就一小段，我不会了。Boom boom shake shake， 拎够来 ，boom boom shake shake 一下，来。Boom boom shake shake， 呵呵，也太适合了，对不对？是不是？怪怪盒啊，很缓和，对不对？今天是喝了没有？我今天喝了红茶，变成在喊歌了，对，是不是很合理零吧？总觉得越嗨，真的真的，是不是又去打麻药了？没有。Lingo， 我翻一翻 ，Lingo。零零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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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感觉比转飞镖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叫零狗的时候，忽然真有这样的感觉。继续会瘦，为了合照会不行，这样瘦的是上半身，上半身不能瘦，我要瘦的是腰。我这里提供蓝白托，是我华跟 Lingo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是不是也太心有灵犀了？配对，就是没打麻药，没有，我今天很正常，我今天非常的啊，你知道 normal， 你知道吗？吸烟到家了没啊？我的耳朵好痛，我今天。啊，痛！喝豆浆啊！你说我喝豆浆吗？上半身也没有什么能再瘦的啦。在一起，在一起，树宝宝 ，Lingo， 树宝宝，哎，天哪，一个中式，一个韩式，哎，在一起，在一起，新耳机哈，新耳机不会连接这个机台，不会有。由此可证，取名的艺术。铃嘎铃嘎铃，铃嘎铃嘎铃 ，Lingo。铃啊铃，铃啊铃啊，铃狗！铃啊铃啊铃，铃啊铃啊铃，铃狗 ！Hello， 小猪，铃狗！不行，我们要重拍，是铃狗。OK，Sorry。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转飞镖，飞镖转转转。还有什么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好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我们就他继续让他接下来下一首歌哈。林果要不要成为场景族？欢迎加入场景族，欢迎来到，欢迎来到。猫黑哦掉怕不被你夹又不顾西风，没有阳光啦，没有啦，我是说你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族吗？就是祖祖小公主王国的骑士们，我都被转到都退出了。咦 ，Hello 鱼宁，不要业配粉丝团啦，不是啊，我真的没有啦，我真的认真没有，我只是说就是。加入这个家族，这样你唱起来好像听不懂的台语。加了啦，没有，不是啦，误会了啦，我真的没有，非要转过头转出去的，好可爱哦。收喽喽喽喽喽喽，我收喽喽喽喽喽喽，哎，这首歌要常听，非要转过头，对。嗯
me myself and I。哎，点心，还有什么转飞镖的歌词？不是吗？那就不加了哦。如果大家有多的话，还是可以加啦。是想要林果变成圆林果吗？我怕他被打，但是可以在我直播间当圆林果吗？林嘎林嘎林，林嘎林嘎林，林果。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很适合他。我忍到28号就能从长颈族退伍了，真的假的啦？啊，我还没瘦。瘦了了了了了了，噔噔噔，瘦了了了了了了。耶，不为可的舞。圆果还没瘦，你一直都没有瘦。有，瘦了了了了了了。欢迎加入退伍的行列，结果你又签下去了。我相信圆奶宝应该会的。但是可能要让它慢慢存个，让它存个阳光。大家有多的阳光，欢迎加入长颈族，我顺便业配一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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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的上写真出来了没啊？我都忘记了，还好我都没有签下任何人的，并不会哦，不会，是我误会了，不要啦啦啦啦啦啦啦，为什么不要啦啦啦啦啦？手揉揉揉揉揉揉。瘦肉肉肉肉肉，上位还没瘦了，我瘦了，各位我瘦了。好的，大家我差不多要关掉了，各位我时间到了，我等一下要去拿东西。听成烧肉了，我也瘦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有跳过这首歌，哎，大家有看过吗？大家上网搜寻，这是可以讲的吗？大家可以上网搜寻。So what？新疆那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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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 N。好，你们打哒啦哒啦 ，D A L L A D A L L A E E L I N， 就会看到我的 cover 了。好像在哪里看过，好像看过，真的假的？又要偷吃吗？不是不是不是，我的家人要拿东西给我。等等等等等等等，天哪，我那个时候好瘦哦，我身材好好哦，为什么会这样？People look at me, doom, and they tell me, doom.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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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大家赶快下播去看，好不好？新歌拿手。没有，我要下播，我要去拿东西。我的家人要拿东西给我，都被养胖了。谁被养胖了？回不去了，暂时退。我知道了，我觉得我最新对那个 TTP 的进 TP 的感想就是。唯一的感想就是是一个幸福的地方，幸福肥。不好，再说一次哦 ，D A L L A 空格 D A L L A 空格 E E L I N， 我打给你们。呵，哒啦哒啦耶 ，Go Go D A L L A。嘿，哒啦哒啦 ，Sorry I'm bad, I'm just like where I am。莫啦，莫你只嘛，特漂亮你个呀，啦啦啦啦啦，对，啦啦啦，我 IG 有分享一小段。跳舞好美哦！你是在西门跳的那个吗？西门跳的那个是 Yes or Yes。
这个好像有看过。Yes or Yes 也是也有啦。他能为啊。我好漂亮哦。Just keep on dreaming. 我好美哦，现在都没在克制。对啊，我那时候好瘦，我天哪，我的腰，我天哪。回来了，自己讲。咦，我那时候真的很瘦，你们看了吗？现在主厨是幸福肥吗？对，现在瘦，要被猪妈骂了。Hello， 弟弟 ，No， 咪噜。想当年分享你影片，我满满的多出来，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刚刚掉进时空轮回里面了。又再听了一次，又再听了一次，铃嘎铃嘎铃了嘛？现在一样有腰啊，直筒的。对，然后我里面好像还有我的 Yes or Yes， Yes or Yes， 噔噔噔噔噔噔噔 ，Yes or Yes， 什么主角有瘦的时候嘛？对不起，我要念榜榜，我一直忘记要念榜榜。有，你们去看，哎，我的那个 Yes or Yes 也好瘦哦。Oh my god， 我的腰好瘦哦。我还是开场哎，怎么那么棒？好可爱哦 ！Sona Lola。标题是什么？我要考古。Yes or Yes Dance Cover by Yiling Girls。啊，对不起，念帮忙。现在这儿穿泳衣的话，完蛋，直接完蛋。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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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不起，第十五名玲玲宝，玲玲的独角兽是玲玲保护队吗？嘟嘟嘟。第十四名花生什么是嘟嘟嘟。第十三名夏夏宝嘟嘟嘟。第十二名马咪嘟嘟嘟。第十一名小星星嘟嘟嘟。第十名 WZI 嘟嘟嘟。第九名自伟哥嘟嘟嘟。第八名 Jerry 嘟嘟嘟。第七名晴晴嘟嘟嘟。第六名小蛋糕嘟嘟嘟。第五名赤木嘟嘟嘟。第四名嘎逼嘟嘟嘟。以上，第三名零嘎零嘎零零嘎零嘎零。谢谢林哥。第二名心仪，谢谢心仪。哎，我今天怎么没看到心仪？谢谢心仪。第一名罗杰，谢谢罗杰。呐呐呐。哦，然后我还要谢谢月月。有人来跟我说他们会开始看我的直播，是因为月月的推广券。谢谢月月哦。我比较好奇旁边两只玩具贵宾是谁的狗？哪里有玩具贵宾？哪里有玩具贵宾？哪里哪里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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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三年之间你到底发了？胖了。
我好可爱哦。时间注意哦，好，不是要拿东西，好，看到一个钢牙妹，不是我，那当然那草皮跑草皮，真的假的？我没有看到哎，恭喜 Lingo 获得主题曲，耶！靠着嘿 ，Hello 小风仔。It's all right. 我会认真抓你有没有跳错0.5倍速看，陷入了自己的世界，对，我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你干嘛后面跳到那边，干嘛后面跳到在那边笑，我有吗？祖祖可以醒了、哦、我醒了我醒了，对不起，我还有跳过什么，还有跳过 As It's Your Last 加 Boomba 呀，好女不提当年受，认清是年轻啊，回不去了，回得去，回得去，跟你讲，一定回得去。Hello， 琼吗？是琼琼吗？你要忙，早点收播吧，不好意思让你架开，没有你知道我会有点早，吵吵会停不下来。醒喽，该吃宵夜。Hello， 饭团脱台回不去，真的。嗯，对，奥吉罗，宵夜攻击又要开战了吗？没有，不行，我怕我讲宵夜讲下去我就停。但是有人知道什么是啊？不行，我不能再讲下去，我下一次再问大家，好吧？我下次再问大家。好，我去拿东西，我去拿东西。好，拜拜，大家拜拜。妈咪拜，嘎比拜，欧里拜，领英保护队拜，小星星拜，赤木拜，罗杰拜，易凯拜，饭团拜，林狗拜，笑笑拜，的全拜，树宝拜，杨雄拜，洛里拜，透的奖拜，幻影战士拜，飞镖拜，的全拜，林爸拜，无聊赌徒拜，塔瓦哥拜，赤木拜，嘎比拜，饭团拜，情歌拜，小白兔拜，中影拜，飞镖拜，奶宝拜，草莓风暴拜。志祥掰，古早味掰，流星掰，罗杰掰，愚者掰，博成掰，婷姐掰，秀英宝掰，博成掰，小啾掰，本丸梅子掰，月月掰，笑笑掰，叔叔掰，你还想转我，你回来，转飞镖掰，中影掰，可以大胸膛什么什么的转飞镖吗？可以，一定要飞镖镖吗？可以转飞镖吗？洛林班，中影班，超主，拜拜 ，Steven 班，西安拜拜，玉班，猫鹰，猫头鹰猫鹰鹰头猫班，卡比班，小蛋糕班，如歌班，愚者班，志祥班，Rock 班，包子班，包子有来，我刚怎么没看到？罗杰班，秋叶宝班，本丸梅子班，易红班，草莓风暴班。浪客385拜拜拜啊，我刚刚还有一个叫点心拜，像飞镖嘟嘟嘟吧啦，晚安拜拜，大家拜拜晚安，好拜拜，蹦蹦蹦，好，拜拜，拜拜，好，我笑一下。